买了这么便宜的竹煎，然后还获得免费的珍珠奶茶，整锅全部满满的料，它的米血是很大块耶。对啊，哇，好好吃哦。这样子一份的话只要178元，超有诚意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了竹煎，为什么来这里呢？因为我们之前有拍一集海底捞嘛，大家的反应还不错，而且呢我又突然知道6月2号开始呢竹煎还有一个新的外带优惠，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竹煎的厉害还是海底捞比较厉害呢。而且我们今天刚好是6月3号还是4号而已，我们一接到消息马上冲过来了，很幸运。来去看一下还有什么吧。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，可以挑家里最近的。对，但是我们离我们家里最近的大概是3分钟吧。对啊，超近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活动，178而已哦。178的话就是猪肉、牛肉跟鸡肉的部分。228的话就是肉质会更好一点点。另外它这里呢还有生食锅，是自己拿回家煮的，价钱的话也不太一样。刚才店员说，像这样有个活动，是满199就可以换礼包。299啦。那我们今天消费刚好是356块，所以我们先去看一下礼包有什么内容。好幸运哦。对啊，我耳朵还有你的旁边。这是我们的那个满额赠的礼物哎。对，礼物的话就有乐扣，乐扣可以换礼物，还可以换这个春水堂的珍奶。然后还有10元式可以折抵100块，哇，还有衣服的折价、乐器的折价，还有这可以换点心、餐厅的折价。哎，我在想我们要把它现在全弄掉啊，不然以后也不知道哪时候会来。可以啊，走。太幸运了吧！意外获得珍珠奶茶，嘿嘿。春水堂的。对啊，好幸运哦。还有那个发夹。80块钱，原本还有送一个什么酥炸薯条，是其他组不优异的，那这两天没有开，不过呢下次还是可以吃，好爽哦。真的，我们买了这么便宜的竹煎，然后还获得免费的珍珠奶茶。对，还有夹子，夹子是一排的，而且上面有写 Korea。 Korea 是什么意思？可怜啊， Made in 韩国的意思哦。哦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韩国你们看这样子哦，全部你们猜多少钱？两个锅，然后两个饭，然后还有两个酱料，还有一个春水堂。原本应该还要再有一份薯条才对。对，还有一个夹子，夹子是一排的哦。送的送的，好用好用。这样子竟然只要356块钱。通常356块钱是以前在竹煎内用的时候一个人的钱哦。但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啦，这是因为我们来的这个门市刚好有活动。对，其他的话就是只有178跟178而已。没错没错，这个是我们意外得到的。对啊，超幸运的。哇，超开心的。我刚才想说，完蛋了，他没有付饮料，我们又要再另外买。结果没想到心里这样子一想，哦。自从得来之后，大家都知道你很会想东想西的、啊。真的，真是好运哎。那我们今天选了两种肉。一个是鸡腿，然后一个是梅花猪。它其实一打开的样子啊，比那个海底捞看起来还要多哎，我觉得啦。不要再跟我说海底捞了，好，吃那个太辣，辣到不行。它里面就是有这种肉片。哦，这个肉片很有诚意哎。对，它是梅花猪，然后哇，米血太长了吧？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然后还有贡丸，还有一些菜的部分。嗯，另外它里面还有一些本身就有的那个冬粉。它的料感觉很多，因为我看你这样挖很深呢。对，很深哦。它的米血是2块啦。哇哦。哇，然后它的肉真的是比海底捞还要多。嗯，这样子目前目测的话是感觉还不错。鸡腿的话要给大家看一下吗？你给大家看鸡腿就好了，因为那个汤底都是一样，都是昆布汤底。对，我们是选没有加沸的。对，如果你想要换汤底的话，好像要加30块左右，对不对？好像是39的样子。哦。鸡肉在这里，哇，看起来很嫩。那我要直接开吃喽。吃吃吃。另外还要附这个跟海底捞一样大小的白饭。白饭的话就是白饭嘛。我想说你要讲出什么很厉害的样子。没有，抱歉。还有辣味的酱或是有原味的酱，那我就是选辣味的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它这里还有活动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外带的活动，外带熟食。它自己本身的话有那个生食的活动，那好像是买汤底跟肉片，然后听说有500送500的活动。因为我们其实前一次啊就想要拍了，后来发现哦这真是太贵了，因为它那个属于家庭餐，嗯，对，就是生食的部分吧。对啊，嗯，那你要带回家自己煮。那我觉得带回家自己煮的话，像比较多人比较没有办法的份，就没有办法像这样子那么方便，你拿回来就可以马上吃。当然，如果租屋处不能开火的话，就没办法煮啊。对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才没有要来拍竹间。不过呢，我们在拍的前一天晚上，发现他刚好出这个活动，哎，对，超幸运。
所以现在大家呢可以直接来买熟食外带的。我刚刚吃它的木耳加它的辣酱，它的辣酱有辣哦，不过我觉得是香辣的那种，好吃耶。你比较喜欢在内用吃还是外带吃啊？当然是内用啊，就是我不管吃什么我都有点算是半坚持要在内用。他连那个麦当劳都不愿意叫外送。对，我不喜欢叫外送耶，但是现在真的没有办法。它的汤口就是昆布汤，所以喝起来就是还蛮清甜的这样子。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它里面的料真的非常非常的多，我这样子插进去然后捞起来，一整锅全部满满的料，你看我用力挖哦，你看好了，好，你看，哇哦，全部都是哎，不错哎，我的汤匙都快断了。但我觉得如果是外带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吃里面的冰淇淋跟饮料了。对，它的冰淇淋真的是很经典，我好喜欢它的冰淇淋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它的内用的酱料也很好吃，跟十二国一样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里面多了一块鸡肉？这是我送你的。谢谢你送的。你看的肉，说真的，很大块哈，真的比海底捞还要多哎。因为我们上次也是一样开箱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海底捞的料，其实你们应该也会看得出来。就是我哎、欸，肉嘞。对，我们那时候还是要稍微问了一下肉在哪，对不对？结果这个是直接在这里大块了。对，很大哎。这个吃起来我觉得比较有那个感觉，比较有饱足感，对不对？因为海底捞吃完，你像在吃品牌。海底捞的话有附很多其他的周边小物、哦，但是这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。嗯，它也没有小菜，也没有甜点之类的。哇、哦，好好吃哦。好吃哦。你说它的汤口吗？还是它的料？酱料。你的酱料也是沾辣味的、哦？没有，那酱料它是那个店员自己付给我们的，对，那他只会问你要不要加辣，其他都是他们调好的沙茶酱，然后辣味就是有加一些辣酱。嗯，好吃哎，它的米血真的很大块哎。对啊，好扯哦，哇，哎，我觉得这样子吃起来很可以，吃起来一定会饱，因为上次海底捞的话，它的料真的是比较偏少，然后它的汤头就是比较辣嘛，对啊、还有它的三鲜汤，我觉得味道是比较清淡一点点，但是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它的汤头是比较清甜。如果外带的话有个好处，像这种汤底你可以在家里自己加一些料进去煮、哦、因为我们上次海底捞就太辣、嗯、所以我们自己有再加了一点水，再加一点蛋，就是把冰箱的一些料都加进去，所以我们就会有着那种品牌的汤头，然后自己的料这样子加、嗯、对，这样就蛮方便的。但我觉得它这个料已经多到我们不用再自己加了。如果你们家刚好附近有竹间，我觉得蛮适合去吃吃看的。这样子一份的话只要178元，那你们还可以再选择自己想要吃品质更好的肉啊，还是其他的汤头都可以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们今天点的这个是178，就是最基本的基本消费啦。还有什么1比例猪啊，还是什么小肥牛之类的，反正就是有在另外一个价格的肉，你们可以再挑一下。那你觉得这个猪肉和鸡肉吃起来如何？我来吃一下那个肉品，让大家有个指标好了。对啊，上次你是点猪肉对不对？嗯，那这次也是猪肉，然后另外我又点了那个鸡肉的部分。其实我有在内用吃过竹间的鸡肉，嗯，我觉得内用竹间的鸡肉很好吃，但是外带的话它好像因为泡比较久，稍微干干的。哦，这样的话如果是外带，我会选择这种猪肉片。猪肉真的很大块、欸，而且它加那个酱料超好吃的。可能是我们上次被那个海底捞吓到，因为找不到肉。但是海底捞也不错。对啊，就是它真的送的东西是好的，然后那个汤头就是真的是他们有他们的特色。嗯，还有小菜啊、甜点这样子。对啊。哦，好爽哦！如果在一般的3班外带，至少要140、150吧。哦，像这个178又是竹间，然后又有他们的东西，还蛮多的。嗯，还不错啊。而且如果来我们去的那间的话，还有这个饮料可以拿。对，春水堂哦。但是活动不知道是到哪时候啦，大家可能要再确认一下、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去领的时候，他说剩5个。哦。所以大家可能要买要快。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意外啊。对。所以我们都没有做功课。对啊。因为我刚才这样子捞，实在是捞不太出来，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我决定呢，我要把它里面的料一个一个挑出来，跟大家点点名一下，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。米血2块。然后玉米笋，这感觉就是我们去炭烤米线，它切一半哎。对啊，玉米笋一个，虾子一个，贡丸一个，金针菇一撮，然后还有这个，哇，这也太大片了吧！这是鱼板，然后还有豆腐，豆腐也太大块了吧！你很适合当老师。哇，这豆腐哎，这豆腐是那种会吃很多汁的那种豆腐，然后还有这个鸡肉。鸡肉的话1块、2块、3、4，然后你刚才输掉我1块，对，所以总共是5块鸡肉。对哦，没有，这里还有哦，6块，这是骨头，抱歉。控坑的啦。对，然后这个有豆皮，豆皮之外呢 ，OK， 剩下呢都是菜，这都是高丽菜，然后还有另一种绿色比较深的那种菜。对，这不好说。对，怕说错。然后里面的话还有那个冬粉的部分。哇，这就是它全部的料啊！还有刚才我刚刚吃掉的那个木耳，这样子真的很重哎、欸，这个分量超重。这个是基本盘，就是你们点那个昆布汤底就会有的东西。对。
欸，超有诚意，重点是他每一块都切得好大、哦嗯、太强了太强了，这样内容物就是这样，大家应该看得很明白了，对哇，没有比较没有伤害。